欢迎收看《锅巴妈咪载小孩》。今天要来介绍营区哦。今天我们介绍这个营区，其实我已经是二房。那我觉得，可是二房感觉不一样，你好像去到一个新的营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个营区蛮大的啦。然后我上一次来是在营本部旁边，然后这一次来就是离营本部有一点距离，走路会喘的那一种的距离，所以感觉是不同的风貌。这里是哪里呢？这里是川中岛落羽松秘境。对，川中岛落羽松秘境是不是很有名？对，大家都知道，那也很多人来过这里了。那所以它的原由来啊什么的，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 Google 一下。我觉得这个还蛮棒的，是你可以稍微知道一下这个营主跟地方的一些历史。对，它其实很特别，它是雾社事件的后人，迁流到迁徙被迁村到这里啦。对，所以这里叫做清流部落，然后这里就是有三条溪左右都在这附近，然后这个营区就叫川中岛，大概是这样来的。好，那如果有说错的地方，我们还是要以正确资料为主哦。好，这是我大概看一下的资料。那我来讲讲这个营区的部分。然后这个营区其实我们说二房嘛，其实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要离开，我们是夜冲。然后昨天早上下大雨，今天大太阳耶，肝脏撤收，那我觉得还蛮棒的。因为昨天下大雨，就是让我体会不一样的但是昨天大雨不是只有大雨，是加上狂风，很恐怖，那个风很大，一直吹啊，就是你会吹到觉得哇怎么办，雨下这么大，风这么大，可是后来就放晴了，我觉得很棒哦。然后我们也有去溪边玩，再带大家去看一下溪边长怎么样子。还有呢，就是我觉得整体来说，我觉得我算满意啦。因为这个地方其实我们都知道它维护的很干净，营区里面都很干净，然后该有的不会少。虽然说我们那边其实不够多，但是我觉得它在其他地方都还蛮多的。可能是我觉得我们那区可能是最后开发的吧，我在想，所以它可能设备上还没有提升到位。它冰箱超小一台的，就是家用冰箱，而且是小台的家用冰箱。对，那如果我们要放东西不够的话，其实再往前走一段路，其实会有个蛮大的冰箱可以放。所以我觉得完善不完善就是稍微一点点，但是其他的我觉得还蛮棒的。然后我们的营位旁边还有一个汽水池，等一下带大家一起去看看，出发。
们刚刚在两天两夜，然后在营区里面收完之后打了一个球，三天两夜吧，两天两夜啦，因为我们是夜冲嘛，打了一个球收一收。那现在是4:30，然后我们刚上车准备回家。这两天两夜呢，来感想川中岛的感想，爸爸你说。川中岛是一个很漂亮的露营区，很漂亮的露营区，很多的落羽松，很多落羽松，那个树很漂亮，拍起来很美，嗯，还蛮凉的，还蛮凉的，对，虽然440的海拔而已，可是还蛮凉的。好，小波嘟嘟有想法吗？很好玩，很好玩啊、哦！最好玩的是哪里呢？水，水啊，所以你们两个是同一个地方嘛？对，好，就是那个戏水池，他们讲的应该是戏水池，对不对？嗯，你们应该不是讲溪边吧？不是，好，溪边不好玩。游泳戏水池蛮好玩的，我们有一只，我们算跟朋友一起去，然后有一个类似小包区的概念，然后我们就自己在那个戏水池玩。好，还有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好，那我觉得这里真的很棒，可以值得再来，因为那个风景不太一样。那我刚刚开场有讲过嘛，我们之前是去上面，然后是真的很漂亮，因为树真的是种好整齐哦。然后下面有不一样的感受，是比较轻松、比较愉快、比较自在，而且比较宽阔。我觉得比较宽阔，然后离西边近。那缺点的话嘛，我个人认为就是它傍晚有小黑蚊啊，这个是就是我觉得是最大的缺点。那其他大致上觉得还好。好，你们有觉得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吗？好，什么缺点？就是往上的走的路太陡。往上走的路真的很陡，那脚很酸哎，走一半呢，我脚已经那种大腿已经有酸酸的感觉。那爸爸呢？有吗？没有也可以说没有，没有缺点。好，哥哥呢？没有，没有缺点。好，很棒。所以大致上对这里的评价都很不错。欢迎大家来玩，然后要记得先定位哦。还有一点，好说。饮水机不在我们这一区。饮水机有点远。对啊，有点远，好远哦。然后我早上有抱怨一下，我觉得我们的冰箱太小台，哦、超小台的。你那隔壁超大台的。对啊。要不要去隔壁借？但是我们那离那边比较近啊，然后那台超小台的，有点应该要换大一点。好，就这样子。还有一点，好，还有，好说。冰棒太贵了。这个，好啦，贵不贵是看个人。他们有一个好不好吃呢？好吃的冰棒。好吃冰棒。好吃的冰棒。一支40块。一支40。啊，我们总共吃过几支？你方向灯。我吃了4支。你吃了4支，宝宝你吃几支？3支。宝宝吃3支。小波你应该也是吃3支吧？对。好，我也吃3支。我都吃4只，为什么多一只呢？为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因为最后的时候有人说、还有谁要啦，然后就还有一只你就吃了。好，总之我们吃了很多冰棒，冰棒真的不错吃。好，推荐给大家，就这样喽。告爸妈与宅小孩，下一次继续去探险哈。怎样？说。我交到了新朋友。啊，对，嘟嘟交了新朋友，很棒。好，我可以结束了吗？可以。好，那我刚刚讲什么？我有点忘记了。够爸妈与宅小孩，够爸妈与宅小孩，下一次继续去旅行。